Hello，现在是6月10号晚上，不知道几点钟。对，反正就是赛前两天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冲抗日嘛，就是想要稍微记录一下赛前几天的一个过程。现在稍微整理一下明天要上台北的行李。对，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比基尼，没错，可能会带个两套，因为怕它断掉之类的。然后还有首饰、耳环之类的。因为有时候可能换完衣服之后就很懒得套衣服，就直接穿赛跑，方便。很重要的毯，因为前几趟都没有带，然后就是要一直走来走去啊，然后坐在地板上就很容易脏掉，所以带了一个垫子跟毯子，因为会冷。没错，可以用我的一个毯子。然后化妆品的部分很多叠洗，然后呢，这次终于有买到就是比较深色的粉底，因为前面几趟就有发现我的妆好像都太白了，就有点白白。啊，赛鞋啊，带了一双晚衣，没错，还有拖鞋、底板，可爱吧？对，还有发箍，又带着发箍，就每次每场比赛我都带这个。会化妆吗？自己化的吧，看起来不错。接下来就是衣服的部分，会带很多的黑色衣服，因为到时候要上色，它会弄脏。对，比如黑色的，有连身裙啊，然后就是运动内衣啊等等，还有那种帽 T。还有这一件就是 T 恤，就是要随着就是气温去换衣服的概念，热就穿这个，冷就套那个。对，反正都是黑色的吧。那可能会带一些短裤，我就穿短裤出去。当然，我阿姨，我们是10月11号，快11点，不知道起床拍体太阳，量体重，整理的差不多了，要打包出门 ，Let's go。终于上完课啦！现在大概已经晚上7点了吧？
有够累的，毛毛毛的。好，反正等一下就继续冲看，然后就休息。看完车在房间，要来吃最后一餐，吃完奶粉，有够累。吃完饭。我好想睡觉，天哪！明天终于要比赛了，这天等好久。等一下来整理一下就来睡觉吧，先来抬腿。好安，这边冷气开太冷，天哪！今天是6月12，然后现在早上7点，等一下再去上色喽。好早起床，准备上妆啦！想说可以回来睡一下，结果没有办法。来看看这次要化妆的东西。希望这次可以嗨好看一点。终于化完妆了，化了大概1.5个小时，我老师。等一下去弄头发，现在大概11点左右。梳完头发就直接去会场了，那现在一样。我的哪怕他是像个芭比，后概念来选择适合的对垒，希望是我做对位，那才是最完美。终于上头发啦，现在准备去比赛现场了，希望他可以维持。谢谢。冠军选手是295号刘应辰选手，恭喜他。288号向右转1/4背面站姿。向右转1/4。向右转1/4，正面站姿，面向裁判长。终于比完赛到家了，好想哭。好烦，我想，反正就是。会很想哭，真的是因为一些声音的束缚。虽然我很不想要带给大家那种负面的情绪，或者是让别人觉得我好像干嘛要哭哭啼啼的，但我觉得就是这是比赛的一个部分的吧。我发出一肩膀。的确是之前感情上的事情让我很难过吧。我以为我已经调试好，我以为我已经不会想这么多了。但是说真的，
你不想遇到的人，你还是会遇到。能怎么办？你只能调试好自己的心情去面对比赛。但现在想起来，真的很难过吧？说我一直在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很多人也对我说。我看到会不会难过，我会不会在意，我每个都说我不在意，我没关系，就是回家那一上来就想了很多很多，开始在想自己到底是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情绪，为什么难过，是在意什么的吗？当初想要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现在这样的情绪。我以为我已经调试好了，可能也是因为很专注于在比赛上，所以可能暂时忘掉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心情很复杂，就很想哭吧。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很老套的话，因为在这段期间，很多人。就是鼓励我，安慰我，我都很放在心里，就是谢谢大家。我自己会再调试自己，最后希望我可以更好，也希望自己是真的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正向的情绪，我不想要再有这样子的样子呈现给大家，希望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好，反正关于这次的比赛，我觉得整体下来，就是备赛起来，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。那很谢谢我们教练还有营养师，就是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没有你们我不会有现在的这样子的状态。然后谢谢我的家人。谢谢他们永远的支持我，然后也很谢谢我周围的朋友们给我鼓励，给我安慰，怕我难过，就是在比赛现场还一直你 OK 吗？你可以吗？要不要陪你？对，就是很谢谢他们。希望我睫毛一直不想，希望下一次可以有更好的状态。不管是心态上还是体态上。大概就是那这是梦想杯的记录，你就这样吧。